十年来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弘扬和平合作、开放包容、互学互鉴、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，共同为世界经济增长增添动力，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搭建平台，为展现人类文明贡献力量，绘就了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的壮阔蓝图。 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从各国发展实际需要出发，促进共建国家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，让全球经济合作蛋糕做得更大、更实，让更多国家更好、更快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。十年携手同行，持久和平、普遍安全、共同繁荣、开放包容、清洁美丽的世界新图景逐渐清晰。